完了，带错技能了，没带疾跑，怎么办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算了，我愿意前往。没带疾跑不行，我就炸他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不，我才不去捡那个球。点燃狗头，全军出击。我已经完全了解。Hello， 我度过了许多岁月。你在干什么？有些事必须一直掩埋。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息。哦，加三八个眼儿，天空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。好，这就是接球。雪中沉睡，完了，我这爆车经验没吃到，怎么办？行，这把居然带点盐了啊、那我就玩个别的狗头人。完了，撩一点，可以，他傻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开始了，你的内脏将用来战斗。主义。
来吧，假修狗。没有黑暗，就没有破晓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修狗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就抠了18个，那能行？生与死之间，没关系了，能杀他就行。带点盐不就是为了杀人吗？狙这么高吗？这稻草人没魔抗。数锤马的时代尚未到来，这波伤害衡量有问题，关键他们都没装备呀，他。你不补兵了，你不还是得补吗？补兵就得被我炸。你们的灵魂将会被女神称扬。太好了，要死啊！妖灵。蓝了，帝国亦可毁于谬言。
下了。马匹应该掉不了。这小兵儿。烦恼之物们最好在墓穴中沉睡。这怎么办啊？钱不够。差点钱。头发球。出个女神之泪吧，没什么用啊。往事，这就是地线的，反正女神之泪是没用，不是那么狠缺蓝。很快，这儿就什么都不会剩下。喝个肚皮，他们的死亡就要降临了。枯萎，这打不死我呀。也许树瑞玛的衰落是注定的。有没有死？死一口。没有，我就只能回家了。没有黑暗，就没有破晓。你没吃着，不让我吃啊！不让吃不吃了，什么把把裂呀？生与死之间，这哪能行呢？不朽。这火蓝杀了八个，我操！我已守候了数个世纪，防御塔路层即将脱落。怎么拽着我的呀？这么一抠，你在干什么呀？生是轮回的一部分，而你的这部分已经结束了。他连助攻都没有。通向超越的旅程。呀了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
度过了许多岁月。问你者吧，假修啊！变回尘埃吧！凋零，带上他！啊哈！来，看看稻草人搁这儿没？先发稻草人儿。哎呀！你还在这打戏？卡莎啥装备啊？卡莎装备一般，不是很怕的，说实话。他来追我来了，他如果敢追到这儿，我们就杀他啊！加血，太好了！哇！往事可以见证，描绘着未来的挂毯。剑上有点东西啊，剑圣不来的话杀不了。给我杀他，撕我一记枯萎皮。他们拆不掉的，得有剑圣，我们家没剑圣不行，打不了。快点过来呀！阿爸啊，你不挺牛逼的吗？
我操，要死了。在干什么？我本来想等他放 Q 的时候，我寻思我闪过去，你知道吧？我闪过去，我闪现平个一个 Q， 我把他 Q 死。完事吃了，吃完以后我有点不会整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闪现 Q， 我怕我 Q 不死他，你知道吧？我怕我还得 A 一下他才能死，因为我不是 AD 的，那 Q 的不够多。输瑞玛的时代尚未到来。杀火蓝呢？他妈疼！哥呀，这人是真多呀！加三，他盯了。赶紧止言之力，这不行了，这火蓝打人太疼了。剑圣你得过来呀，剑圣你不过来我这杀不了这火了。化为尘埃，哎，好疼啊。拿个1000块再折，不行啊，这爆炸太痛了。火蓝装备太好了。哎，剑圣装备也可以哈，紫炎之力。乌鸦怎么没开过大是什么意思？帝国亦可毁于谬言。没用啊，我蓝不是很够啊，怎么的他们去打大龙去了？不能吧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全是人。
溜。妖的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哎，你真敢啊，你真是勇士。他们家这抱团控制确实很多。也许舒瑞玛的衰落是注定的。我这出装不用又没伤害，不是我出装问题，是人家杀十六个，我杀七个，我出啥都没有用。没有，你让我杀十七个，你看看。这都没收割起来呀、啊！我在看什么？我在等我们家剑圣呢。啊，还打死一个！哎呀，可以啊！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那我不看着，我上去送死啊！你说这乌鸦子和这个船长啊，他俩上去了，我也没法上啊，我不得等剑圣过来收割吗？那他送我呢，我也往上送的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有些时候，生与死之间，队友不行，不朽啊，没事儿，知道吧？我们可以等。但是队友不行，弹幕也不行，那我就没法等。我希望你的智力提高一点，不要跟这个队友的智力齐平，行不行？我已守候了，略微智力高一点。我在等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不要再问我，我在等什么。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到底在等什么。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怎么玩儿了？你们仨能守住？你瞅这船长，你瞅瞅这船长，你们仨能守住吗？你们仨应该能，能。我愿意前往。他们仨能守住，所以我们挨个二塔。给我了吧，我度过了许多岁月，不亏呀、啊。紫炎之力出完再出点啥呢，来个这个吧，有些事增加点双抗，分个十六，下边反战一打，游戏结束。OK， 吓我一跳。
我家媳妇队友呢？我这等啥呢？剑圣，丢人呐！这剑圣不他妈得正面上，你还想传走我是没想到。剑圣还算个正常人，剑圣是一坨大便，正常人。刚才给我，我他妈全杀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在那干啥呢。那狗头人都给你顶上去，那往上上啊。那就算了吧，虽然是一坨大便，那还是得靠他，没办法。愣 A 给我 A 死了，啊，这么离谱吗？那卡莎硬 A 给我 A 死了。天哪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船长的大招可以把大龙抢？线上打爆了，队友送了个 BOSS 火蓝，回头喷猴哥不会玩，兄弟，众人皆醉，你独醒。我只能说，懂的都懂。那他妈退基地也别追了。就一直追。
我把他卡牌杀了。杀按道理来讲应该不是那么狠的杀呀，这不有剑圣的吗？这剑圣怎么打人收割不起来吗？不太应该吧。这装备剑圣进人群，我操，这他妈不乱砍吗？还是个卡牌，还没伤害，你把卡杀砍死，这不全能砍死了。这都收割不起来，控制太多了，一般吧。那控制太多了，不用我跟他给他顶吗？你别走啊！你回头给我打呀！你就杀卡莎，行，那我们撤，没有剑圣，我们就是大便，赶紧走。那个团长到底在干什么？清兵吧，我教你。收他呀！行，那你自己去吧，去跟他打去。剑圣已经错过了收割的最好时机，现在装备铁来不那么很好杀。我看我这个出点啥呢？虚懒刀算了，直接移动速度来个巫妖，是描绘着未来的画面。家要不要？不要了，要什么家？给我杀！这基地要它干嘛？我操你哥！这火蓝，我今天能打死你！给我追！大龙走。度万年如一日。啊，剑圣啊！
燕圣快来呀，大龙打不了了。剑圣，太飞呀！你走下来得了，快点儿！没事，我帮你们打完吧，一会儿又打不下来了。你给我砍死他，他就一个人，你不砍死呢？你跑什么？我跑。那乌鸦搁家里头都他妈守基地呀，你搁那干啥呢？气晕了。他咋的呀？他我这 AUE 我不干他们呀，我这 AUE 你要干哈？怎么的？哎呀，卡牌。哎呀呀呀呀！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卡牌，嘿，我是这卡牌，我两下给 GDA 没，我还等你，我让你，我让你守都守不住我，我巫妖，我直接两下 A 没。哎，别，卡牌不太聪明。智力不足，为人我愿意前往。走下水晶，换点装备啊，要不巫妖感觉没啥用啊。没啥换的，我换 AD 呀、啊，我抠的太少了，我换 AD 更脆，更不好用，抠抠就抠了5。别出去了，干！别让他们进来，别让他们进来啊！这不能让他们进来。稻草人儿，他船长，我闪现凋零，我操！这稻草人不把他秒了？别！我们经不起，我们家可不能有事，我们不能有事，我们俩死了，基地直接没，稳一波。我们俩得稳。这后果我们可承担不了啊！来撸他一波。
要死而。往事是描绘着未来的挂毯。红。来，没有远古龙了。别急啊，他们能偷。就在这儿打呀，再往前走一会儿，跟我们家基地偷了。如一日，那剑圣到底回不回家？他妈回是一分钟了都回家。眼瞅他在这一直回一直回，也不知道干啥呢。你快点回家，你回家出来我们都能打团，对面不一定能打。轮着妈装备起来了。也许舒瑞玛的衰落是注定的。视野啊，视野，我们需要视野来正面啊。跳大一下来，超越的旅程。打打打打打打打，对面不打，我们打。对面到底在干什么？那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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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走。既然你们不打，我们就赶紧走。不要再死斗了。走吧。那咋又让人给顶住了？还追呀？别追了，卡莎来了。来。没有剑圣，但有轮子吗？别急。可以，我们远古龙。哎，不不不追不追。远古龙，不追不追不追。来来来来来，得吸点血来。远古龙，远古龙，他们指定得过来。杀稻草人来！来，你打龙，你打龙，我干这稻草人。无为奇，我操！别他妈往哪跑！打打呀，打呀！你为什么不打？你快点打！别人给抢了就行。这远古龙这么多血。一波，整顿一波。我把上路线带了，我们就中路一波。你们没有上路线得带呀、啊。可以干，可以干。嘎嘎嘎嘎嘎，可以干，完了，哎呀，那船长是怎么死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血太少了，哎，哎。
干哈呢？这是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受不了！哎，哎，哎，快走！真受不了，我的妈！干啥呢？能不能正常点？啊，这卡牌怎么死的？你这个剑圣，他被我枯萎了，给我打死他！哎呦，这远古龙不给他们全砍死啊？七十多秒。能一波不？去一波呀，下路，去下路一波呀，七十来秒，快点的，七十来秒复活，你不给我赶紧把基地给我拆了，你对不起。给你19秒的时间，把基地给我拆了。完了，猜一个，你猜个门牙呀，这门牙能猜的，你跑啥呀？天空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，打一会儿让他们卡牌和基地再偷了。我想要个冰杖，是一位严厉的女神。要不我把这面具换了，面具换了。卡牌偷家了，我赶紧。没事，那卡牌智力不行。打呀你们，我就搁旁边呢。对，那卡牌不偷基地了吗？这你别在这回城。好，卡牌不偷基地，有打团，给我杀他，我马上来。快跑！换家呀？嗯，换家就换家。你给我发外号有啥用？我能怎么整？你说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去偷基地吧。我能怎么办？你跑啥？我不跑，我一打三，我打不过呀。我现在扣要是2000多，我就把他们杀了。我没有收割能力呀。我直接跟队友不行吗？不行啊，我没法直接跟队友。那卡牌有大招，你直接跟队友，基地不给你偷没了吗？你不得在基地附近看着吗？就这种，你还让我给你解释一下吗？